耶利米书第十二天。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神赐给智慧、平安和喜乐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祝福你，每日亲近神，讨神的喜悦。耶利米书七章一到二十节，改正行动作为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，说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，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，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，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，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列祖的地，直到永远。看哪，你们倚靠虚谎无义的话，你们偷盗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，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且往示罗去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耶和华说，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你们，你们却不答应，所以我要向这称我为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，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，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，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，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我不听允你。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孩子捡柴，父亲烧火，妇女团面作饼，献给天后，又向别神交奠祭，惹我发怒。耶和华说，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？不是自己惹祸，以致脸上惭愧吗？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，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，必如火着起，不能熄灭。上帝差派先知耶利米在大街小巷不断地向百姓发出悔改的信息，他们却不听，上帝就要耶利米直接到圣殿传讲神的判语，神要他们思想示罗的下场。示罗在士师时期是以色列的敬拜中心，
神的约柜就设立在那里。士师时期，以色列人可说是相当败坏及悖逆，个人皆任意而行。在以利做士师时，一次与非利士人的战争中，以色列人以为只要有约柜的加持，就有神的同在和帮助，必能打败敌人。于是协同祭司，也就是以利的两个贪婪作恶的儿子，挟持约柜上战场，结果不仅大败在敌人面前，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。如同以利的媳妇死前说的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神从前为了要使百姓悔改，离开假神和恶道，竟不顾惜自己的约柜和会幕。神要百姓不再依靠虚谎的话，在耶和华的殿中每日献祭，维持宗教仪式，就以为平安无事，却不知其恶行和不敬虔，早已使耶和华殿成为可憎的贼窝，面临神的愤怒审判。神向百姓要的只是悔改，改正行动作为。我们是否也认为每周主日聚会、参加小组、每日读经祷告就平安了，无视不讨神喜悦的恶习、恶行和罪呢？神向我们要的也不过就是悔改、生命改变，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主啊，求你时常光照我，使我不依靠虚谎的宗教活动，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，使我每日的行事为人能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导读神的话，耶利米书七章三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 Amen。 谢谢主，你教导我们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 Amen。 主啊，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改正我们的行动，改正我们的作为。 Amen。 是的，我要照着神的教导，我要照着耶和华神所说的，我们要改正我们的行动，改正我们的作为。 Amen。 你就使我们在这地仍然居住。 Amen。 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改正行动作为，你就使我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 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给我们机会，主耶稣，你教导我们，我们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要我们改正我们的行动，改正我们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悔改认罪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。阿们。是的，我要改正我的行动，我要改正我的作为，我要所作所为都要合神的心意。 Amen。 我要讨你的喜悦。 Amen。 因为你是我的神。是的，Amen。 是的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说我们改正行动作为，你就使我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Amen。 Amen。 主啊，你感谢我们，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应许是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仍然要居住。主啊， Amen。 只要我们能够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，你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仍然居住在这个地方。 Amen。 是的，
我要改正我的行动作为，我要以耶和华为念、Amen. 我要以你所说的为标准、Amen. 我要照你所教导的去行、Amen. 你就会使我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、Amen. Amen. 谢谢主，你让我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，谢谢你，我们要按着你的旨意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